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评测的是伊斯特曼新发布的11系列的豪华款 11SP 系列。这个系列有三个桶型， D 桶、OM 桶和 OMC， 也就是我手里这只缺角的 OM 桶型。升级的主要是它的面板是 TC 面板，背侧是 A 级球形沙比利面板，全擎是宝石华的催化全亮光油漆。以前 OMC 是宝石华集团的桶型，现在也下放到11系列来做了。本身缺角的琴价格就要贵一些，然后搭载了渔夫的拾音器，5000多的价位可以拥有和宝石华一样的漆面和技术，这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。 OMC 的桶型在保持甜美高音的同时，声音也更加均衡，全雾木的纸板也非常美观，更加耐造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色吧。